我又回来了，布隆，卡特，这卡特别起来啊，别的都无所谓。严阵以待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打得我憋气，我不行，我必须得再打一把，赢不了今天不下了，谁也别惹我。全军出击！出招吧！ 你们能理解那英雄联盟？假如说比较那个玩的比较生气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东西压着，知道吗？胃部以上喉咙以下会有一个东西压制住你，明白没有？明白这种感觉不？多兰剑猴，来，来猴，来猴。 我不用你跟我一起打，我不跟你打。再见，就这么跟他耗，知道吧？耗2波，这猴马上就没有血瓶。看招！ 我们升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掉下来锤，锤，完了点烟点错了，烫了25，这波不亏。<笑>我到了，来，别急了，别打，往下走了啊。我又回来了。 卡特多少血？我说实话，我这波帮他杀的螳螂，我是亏的。我上路兵线亏了，我这兵线正好卡这个位置，可恶心了。这蓝枪都得谢谢我。回家。 破败哪去了？等级差一半经验，差不多吧。差半管，我把那螳螂杀了，300块钱换个半管经验，我都不乐意换。 正常，我压着猴，我现在能压他一级。看招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 晕了走，不要硬打啊！就是小耗，出招吧，让塔砸。你再敢上来一下，我看看来。
这个位置敢耗我的血。哎，我说实话啊，这晚上玩的人比早上玩的人厉害呀。跟他们乱打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乱打打不过，你得非常的认真才可以。哎，我操，我那个小兵怎么死的啊？我刚才我那小兵怎么死的？你们看见了吗？这边这样说，多蓝剑出一个，不要裸这个那个破败，这裸破败下边打着猴不一定能打得过。8分钟破败了，8分钟破不了败。那猴还在这控线，这猴挺厉害，会控线。我现在都没办法跟他打这波。一会儿再打，让他溢上来了。算上，打一波不打了呢？你能打得过我这波？你既能被我挡了，我们先手他是永远打不过的，你知道吧？武器大师打猴，我跟你们说，必须要我们先手。差一点，兄弟，那灯笼撇慢了。两个应该都能出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别吵了，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说叭叭吵架干嘛呀？这他妈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的？这我是挖了谁的坟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又开始吵架，又他妈的这来我上路。哎，真你妈的烦！去下路。现在该我了。有毛病是吧？又开始吵架。你不玩，你挂机行不行？不玩挂机行不行？求你了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求求你们了行不行？不玩挂机行不行？乐意吵你们就吵去，你别来我这儿行不行？哎，我操你个妈了，真是的！
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玩啊？为什么不让我玩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让我玩？我玩一天了，玩一下午，我告诉你们，全这样式的，把把吵，把把挂机。要么就不让你玩，哎，往你上路跑，不让你玩，真恶心！哦呦，你说搁谁谁能不破防？一把两把算了呗，对不对？把把这样，他也不好好玩。哎，他就上来，哎，上来搞你一波，上来搞你一波。哎，你们家辅助上来，哎，搞你一波。我打的优势都白打，全送，全往回送。他能被瞎当了，他认为他是在帮你，就吵架，你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就开始吵。吵架，看招！我不是不让你坑，你坑可以坑，无所谓。你别老膈应我呀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猜又没有人不让你猜，猜猜呗。你最起码你让我好好玩啊！下路线不对，往我上路跑。搁谁谁不破防？你说？我也不想给大家带来这种负面情绪。我说实话，我也想好好玩，跟他们好好玩两把。关键太恶心人了，不是挂机就是吵架。你不想玩，你别玩，对不对？你要不乐意玩游戏，你就别玩。你整把把这样，无敌了。哎呀，这不容易啊。把三项除了。我来下路帮你推一波，你们去守中去。
这波如果对面还不走，我就全杀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几个人？人都死光了，你过来干嘛？刚才让你去中，你不去。人死光了，一会儿卡特来了，你还能收着兵吗？我又回来了。他老有自己想法。跟他说了去中，他不去。你敢把 E 用了？我咬你一命，那布隆可能快来了，算了。看招！严阵以待。给我杀来！把他们也换上。蓝枪，我估计死了吧？你看他那样，就是一副要死的样，你知道吧？那卢仙多少钱？卢仙1000块钱。我的天！你们好好玩，我先来个蟹手。往后撤，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这波团战我马上到，等我。先杀卡特啊！还好我够优，还吹一挂扣。卡特死没死？卡特死了。我完了，这波E用早了。这螳螂挺尖呐。左边没视野，左边有视野就好了，左边没有眼儿。出个春哥吧，我想想出个什么东西能厉害点啊。像以这种局势来讲，先来点护甲，来个锁着甲。九头蛇没啥用啊，九头蛇配春哥吧。可以跟他们打团，我装备够。
对面团战其实不厉害啊，团能打。没想到你又回来了。走，来来来来来，一起抱团来，抱团推中，推完中以后，我们直接打大龙就完事了。这波直接要后，可以要。跟我打大龙来！哎呦，不，推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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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耗他一波！一波了吧？一波了！直接拿下！GG，下播，快玩了。